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他是 gay 呢？那个人一定不会放过我。我知道错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好吃吗？不至于难以下咽。我们好好相处吧。我为了某人辛苦做了义诊。先生，你忘了拿洗手间的钥匙了。我现在带你在门口，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打赌你会去。不会，我绝对不会去。你知道你看起来有多么可悲吗？你不要出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 ，M2 亲子帮超能奶昔个人取向。